OK， 开始了吗？已经开始。是不要等一下，还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哦，已经开始了。对。啊，我先打招呼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凯。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嗯，其实我跟甜甜也好多天没见了啊。好多天啊。嗯，上次咱们还是一起在北京拍摄嘛，然后。你突然特别。啊。主持人范儿，那个这不是，天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呢？今天凯哥是兼职是主持人是吧？不是不是，我就这一问都给我问紧张了。我就刚开头来一下，后面就到你了，主场。天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呢？最近在关注你的新剧。哎，我也是，巧了，对，我也在关注你新剧啊。天哪，好有缘啊。嗯。这么久没见，就是给你准备了这么多你喜欢吃的，还记得这些吗？坚果，你最爱吃的剧种。你最爱吃啥呀？今天没有放汉堡。好好好。好。哎，那个我不用拍了，不用拍了，让他回去吧。嗯。那个好，言归正传，今天是我们乐友园开播的日子，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甜甜在我们乐友园中饰演的是一直和我打架但总能搜一下就和好的巾帼女将军崔玲。搜一下就和好了，嗯，就是很快一次送送。然后徐凯老师这次在乐友园里面扮演的是镇西军十七郎李逆。嗯，哎哎哎，特别帅，真的，我这两天看到你的那个视频剪辑，老帅了。你吧，你才老美吧。你他总是吐槽他们那个镇西军的服装有点那个显得破破旧旧的，但是我一看他是时下最流行的那个美拉德。美拉德，嗯，踩上了你们。哎，这不是服装，镇西军命好。那在今天开播之前，就是我们各自都领了一个小任务，需要在直播过程中悄悄完成，但是不能被对方发现，否则的话，就如果被发现或者没有完成的话，我们就要接受惩罚。惩罚？什么惩罚？什么惩罚？什么惩罚？现在还没有说啊。大家定吧。嗯。笑啥？剧透啊！剧透啊！是让我们剧透还是不让剧透？让我们剧透。那我们让我们剧透。对，那我们现在先来一个剧透局，就是聊一聊李逆啊跟崔玲的精彩的剧情。然后今晚乐友园反正就要在腾讯视频播出了，不如先来一个剧透局。然后这个我最行了，你呢？我昨天看到网上放我们那个花絮，嗯，我还跟他们剧透我们幕后的那个故事。嗯，你忘了那天我们那个结婚的那个戏，然后是动作组的那个老师们上去给我们示范，你记得吗？记得啊，两个男生，主要是我们笑死了，而且我们衣服都很长。嗯，还有那个我看那个粉丝们然后观众们在网上讨论的那个叫什么？玉童吻，木童吻，玉童吻，那个还没播，那个没播，但是那个有花絮出来嘛，然后大家好像都觉得挺好的。我主要是这回我们跟导演合作的也特别好，然后每一次各种细腻的情感呀，各种戏全部都是导演在旁边一直在 Q。我听到就是上次我们采访时候聊的那个就是有吻戏，然后边亲导演说斗力再见，对，再用力点，再用力点。老吓人了。对对对，我看那个还有我就是在那个床上摁着你的那一场，嗯，导演也不也在那说吗？就是以前好像拍这种吻戏啊什么的，好像导演都是给大家空间，空间，然后很安静的。对，但我们特别喜欢郑导的这个 feel。郑导他是一直 Q， 另一种氛围，另一种境界。嗯、对。把镜像关了，我们有镜像吗？我们没有镜像吧？是我闪了腰，对对对。我看看是怎么样的。别人看是镜像吗？他们看是，但是、这个、不懂。这个是。他们看是我们反过来，对不对？那能关吗、啊？大家别着急，我们正在。就我看着这样，我看着好奇怪。
哦，那这样子就，啊，现在好了。啊啊！但我这样我看着好吓人，你不觉得？你觉得吓人吗？吓人，就是这样，习惯就好。我俩就看反了啊，习惯就好。他们让我们习惯就好，就是这样。我看着，我现在是正常，现在是正常的。对，现在不镜像了。那能不能镜像啊？那我也觉得还是镜像吧。因为不是，我本来是观众看着他对面的。好吧，支持一下我们俩的想法吧。变成看着自己讲话了。快祈求一下啊！求求了，家人们。家人们，他们说不行。是这样吧，我们一半听你们的，一半听我们的。现在先镜像过来，然后一会儿再镜像回去，好吗？大家都说这样好看，大家都说这样好看。对，你一镜像就都会不像自己。可能我们都喜欢不像自己。所以我现在是要往左，哎，这样说话啊，可以往这啊。好，那行，那先这样。他们都说这样好看，好多听话呀。哎，到哪了？啊，剧透。嗯。那个我们每个人的马甲你记得吗？就是我们换了很多很多个身份。哦，我以为你说盔甲呢。不是马甲，就比如说我抓那个皮四郎的时候，我伪装身份，然后呢我是伪装那个小裴将军。嗯你是伪装那个公子柳成风。对对，校尉。哦，校尉。公子嘛，校尉。哇，这都透了。哦，这可以透的吧。这透的有点多了，哦，对对对，啊，爱妾，黄森爱妾，黄森爱妾，啊，对对对 对, 对，就各种演，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个剧情实在是很丰富，而且我们拍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像一个公路片。当时那个我们制片人跟我讲，我们这是一个公路，公路的。爱情爱情片和相爱相杀，因为感觉我们确实是一直在去各个地方。对，就几乎很少主场景，就前期一直在跑，除了后期就是咱们在那个宫殿的时候，嗯，就会比较固定一点，要不然每天都是在不同的场景，嗯，除了热就是热，然后我们就是从见面打到大婚，对不对？对，就是结婚的戏也在，结婚戏也在打，也在打，一直在打。对的。有人问，所以啥时候播？你说啥时候播？当然是今晚啊！今晚播，要不然我们在干嘛？马上就播了。哦，所以什么时候播？还有那个风车报，你知道吗？对，然后我转身这样抱着你。嗯，那都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晚上要播的应该是皮四郎，然后那个我们俩从那个浴池。那是一开始的，对，一开始，嗯，我就说嘛，我说今天要播的应该是那个剧情，然后我们打，然后聊一聊那个大婚的趣事吧。我被扎了几针，我不知道，被扎了无数针，我因为我打不过他，所以当打不过他的时候，就给他击中要害，扎他，对，扎了好多各种穴位，嗯。看你俩几集结婚这。结婚哪那么快，结了婚结局了。B 一还是 H 一？那当然是 H 一啦。那个肥老师不是说过了吗？就是从头甜到尾，咱们这部剧啊，是吗？嗯，哦，从头甜到尾。对啊，我没说哦。今晚没有虐吗？嗯，其实没有。因为他剪出来配上 OST 啊，或干嘛可能会有一点，但是怎么虐这部戏那个凯哥特别虐，各种哭戏，然后你虐我，对，然后我也发现咋那么能哭呢？嗯，哭累，大眼泪珠子噼里啪啦的，每天天天哭，眼睛都是肿的。导演正导过来一句话。怕什么阿凯，你这样接戏啊，情绪刚刚到啊，大早上来就可以拍了，一直哭啊，哭了一个星期，哭下去，哭了一个星期。对，徐凯哭戏确实很厉害，这次我看到了，就在我旁边哭，我都感受到了，老伤心了。不会和你一样的，我的。我后面拍摄的时候，他确实眼睛都已经肿了，嗯，肉眼可见，就是。我杀青那天都是肿的。对，肉眼可见。
我特别记得沙欣那天，咱们不请那个全组吃那个烤全羊嘛，烤肉、烧烤什么那些。我那一天都，那一晚上我都没吃，大家在外面就很兴奋的在那吃，我一上房车就擦眼泪，哭，一到现场就哭，一休息就上房车，滴那个眼药水，到杀青我眼睛都是肿着的。然后全部哭完了之后都杀青了，大家特别开心。我啊，们都以为，哎呀，这一段旅程大家都很辛苦，告一段落。结果我们俩被叫回去骑马。对，又去骑了一次马。问题是镜头拍的是快乐的，就是另一个感觉的骑马，但我眼睛很肿那个时候。含泪骑，含泪快乐。我们随便聊吧，但给大家剧透一些打戏，可以多聊。好，sorry，看到旁边有人给我们提打戏啊。他坠马了，他坠马那天我们都吓坏了。哦，不是，我说你坠马，为什么你突然？这是糗事吧？不是啊，就是很危险啊！那天真的，我们这部戏骑马太多了。前面我还很，就是没有那么在意这个马的危险，因为我以前也会骑一些，然后这次也觉得。是，主要咱们那2匹马是进口的，他跟我说不知道，那个，说说那 就反正个，就是不容易打戏。能呈现出来，大家看到那些很利落，然后很帅的那些打戏，但拍起来其实是很复杂的、很繁琐的。是的，那个，聊一下桌上热梗，好，一人分一半吧。匪大绝世甜剧没有虐，许凯哭了一周离你，你相信谁？你可以给网友看一哦，下。这样子的啊，我以为我自己看的，这样看就不是镜像，对不对？相信谁？哦，是要问相信谁吧？你相信谁？当然是相信肥大啦！好，对的，当然了。下一个，哦，这是我画的那个，就是他想说什么，就是六元快播了嘛，大家肯定都猜出来了，粉丝，我画的那个画，你看，乐，这是水嘛，游泳，圆嘛，你这个游泳，嗖了，就快了，后面是风，但是我那个风画的有点怪，乐水，没有人，应该在里面再画个小人，就是游泳，不会画呀，懂了吗？正在游泳的小人，我不会画。好吧，来。哦，这也到你的那个拿手好戏了。当时你们 F4 特别会唱这首歌。他们会唱，我是一点不，我很难，因为那个他这种歌啊，特别难唱，就他那个调调，就是那种需要唱功很好的人才那个能唱出来。哦，这么素吗？镜头上看。你别老显眼，你那拍的是显眼。来一个爱哦。奇好，上来就我唱会鼓歌是起吧？床，我也会唱。什么？老狼喝喝水水。18碗，第一碗就是那迎松滩，迎松滩里鱼儿肥，比不上那姑娘的眸儿美。老狼喝水18碗，第2碗就是那鲫鱼滩。鲫鱼潭里黄杨壮，它其实有儿化的，对不我对？告诉你啊，这首歌是这样的。后来呢，一唱就跑调，这首歌。大家都说，刚问原调是什么，就是现场他好唱的好。时候呢，你是不是这样听他唱那个调也怪怪的啊？就感觉唱得很好，但是总感觉这个调是不是这样？可后来我听了一下这个原唱，调还真是这样，因为他们都学了，你们那个小组不是都学了吗？对。但唱起来就是感觉你那个调吧。所以为什么没我那么拼的是对我说没有，就咱们这些没有基础的很难唱，因为唱着唱着就跑调了。
他特别，嗯，还不错了，还不错了。他特别需要有丰富的那个。很丰富的经验吗？就那种。什么？嗓音。嗯。这是啥呀？啥呀？有被可爱到，但是我不知道这是。这是什么呀？我看看啊。这个剧情。女子被绑架，称黄色爱妾，夫君大臣。哦，那一块儿。啊，又是你熟悉的场景，说你是搞笑女。这个场景我们一去那场戏，然后他就告诉我，哎，你知道吗，这个景我已经来第七次了。对对对。你对吧，拍了好多次那个景。嗯，对的，绑架的。嗯，那个景好好多，拍了好多。然后这里面他的兄弟们也特别的亮眼。 嗯， 嗯，特别可爱哦，这几个仁义道德。哎呦，这个好，这个好。嗯，这个周终于有我扎你的这些。嗯，这个太赞了。嗯， X 光片，就脖子里面已经有1000根针了，说你过不了安检。我，哦，过不了安检。哦，这样的。哦，所以他们说灵异的那个身体打开身上全是针，如果照 CT 的话。太多长老放，而且我感觉都没有他拔出来的镜头。嗯，老放就这样插进去，然后就没有拿出来，然后就装晕的。嗯，对，这个梗比较好，因为女孩子嘛，毕竟真的是跟他对打起来肯定打不过他，所以要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嗯，我恐怕是巧思太多了。当我看到道具老师给我拿出来那个小针筒是放在嘴巴里那个，嗯，那个我真的惊到了。嗯，那个我也惊到了，吹针出来。我还蛮喜欢的，我们这部戏的动作设计。你那些武器都很厉害啊，你们。嗯，全是机关啊什么的。而且我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你穿的衣服身上就很多，对，带个袖，机关，那个袖剑呐，或什么袖剑、指尖的什么那个。嗯，他们很多人都说崔琳是暗器最多的女主。绝对是了，这个脚上也有，手上也有，腰上也有，脚上还有，嘴里也有。嗯，脚上有刀，那个剑。哦，对，腰上呢？啊，腰上吗？腰上是有什么别了一个什么来着？你记得比我都清楚。是因为我很素嘛，我一身，但你身上就带了各种武器。对，我很麻烦，每天身上绑很多。暗器很厉害 ，yes， 往下看。嗯，哦，往下看哦。哦，乐园嗖的一下就来了。嗯，对，是啊，这个点是，这个是刚刚那个你画的那张图，网友说你画的是乐园嗖的一下就来了。对啊，其实应该能 get 到吧，就大家应该能 get 到我说那个嗖是大家都这么讲吧，嗖一下很快啊。哦，你的嗖。哦，我只有我这么讲啊，嗖嗖的嗖。哦，是凉这么多，吃的那么好，还是觉得度日如年。为啥呀？就大家很期待想看到乐园。哦，是吗？是吧。嗯，大家很想听你说公主请入园。好，公主请入园，这是什么梗？我也不知道，最近总有人 Q 这个。公主啊，公主请，公主请，这个句式。哦，是的，学到了。嗯，啊，这个挺好笑，这个我看的时候笑了。这是啥？是我本来是猪嘛，然后结果跟你一起玩之后就变成了豪猪，身上全是刺嘛。这个挺逗的。你看这个有什么想说的吗？啊？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因为感觉最近我们有缘人的创造力还蛮好的。就双 Q 呗。啊，我看我们剧的观众叫有缘人。有缘人，对啊，哇，好酷！有缘人，拍后妈非我思存，非我思存，拍胸脯保证是甜剧。李妮说边拍边哭，眼睛肿了一周。我读书少，感觉他们都在骗我。没有没有没有骗你，就是肥大说是真的，就这部剧其实拍胸脯说是甜剧，嗯。有甜有虐。嗯，对，一点点虐还好。那你们认可吗？认可啊，我哭只是因为李妮比较脆弱嘛，只要走路踢到个石头她也会哭的。那这部剧里面我觉得李妮对崔琳的这个专一和执着，我觉得这点特别打动，在我读剧本的时候。嗯，我觉得这样的
一个你自己特别钟情的人，如果他对你的情感也是特别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人都很欣赏对方，比较惜才吧，两个人都是惺惺相惜那种感觉。嗯。然后我们准备了三个小游戏，你们可以抽一下。好。来吧。这不是一个一个吗？哦，这样的。哦默契大挑战，两个人掌心相对，同时说出某一种物品类型，然后同时说出根据类型想到的具体物品，类似水果、水果、苹果。若两人答出的答案不同，超过三个即为挑战失败。惩罚，输的人需要被弹脑门，勾连剧情点。我不要弹脑门，哦哦哦，今天输了刘。输的人需要被弹脑门。No 。谁先？有人说为我们买了电视机，好棒！不是肥大吗？是吗？有人说，是肥大。肥大买了电视机，怎么了？笑点是？笑点是？没有笑点，搞一效果而已。好了，刚出话都没在笑，我很不关注人家一样，我都关注啦。你要吃水果吗？我先不吃。好。你刚不说给你准备了很多，怕我不吃，然后一直在吃是吗？嗯。下一步。好，来吧。然后那个游戏我们是讲跟剧情有关的吧？都可以。你们这样子吧，你们说一个，我们俩猜，好吧？好。我们猜，这是猜的吗？就是一起说。就比如他水果，水果，然后我们就要说什么水果吗？那我们就说戏里的是吗？可以说戏里的，都可以，戏外也可以，都可以。那说什么是你们题吗？我觉得本集一定不会错，导演，导演，正导。哦，他们都管正导叫伟文欧巴。为什么？不知道。伟文欧巴。对。我能想到正导会怎么回，你知道吗？我也知道，那你不用表达了。对，不用表达了。好，那我们玩这个吧。好，那是说什么？来，谁？哦，我们 Q 暗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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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针，毒针。哇，你这个太快了，让我看。我太快了，我也觉得我太快了。先认真开始好不好？刚刚只是试一下。我那这个我可以进入状态了一点。怎么判定？输赢呢，就是两个人谁可以各说一个，但是不是，这是咱们默契大挑战，然后咱们如果都答错三个不同答案以上的话，我们都要惩罚。对，我们就挑战失败。我们两个都要惩罚。那你什么惩罚？我弹你脑门，然后我惩罚就吃西瓜。我弹你脑门。来吧。我吃番茄。好的，没有惩罚呗。好嘞。好，有惩罚或想个别的也行。行行，一会儿再说。好，来吧。你们问啊。崔林，崔林。李妮。哇。哎，刚只试一下点。哦，这个是前两个是他们说。嗯。人家这个是这样玩的吧？哦，这样的。这样吗？还是怎么样？你开心就好。可以这样。你 happy 就好。啊，这样子了，还要拍两下。这样啊。这不动物园里有什么？这样，这样，就这样，对，哦，这样，你以为这样？我懂了，哦，这样，这样啊，嗯，郑希君，郑希君，李妮，哎，你这太简单了，好嘞，我想到了，三二一，潼关，潼关。就算失败吧。潼关，潼关。算尽。哦，对。完了。这一次而已，一次打不上。哎，那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没打不上，不，两个一起打不上，算不算也是一种默契啊？是。哦，这样啊，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默契的，永远没有惩罚了。对，好。你俩能玩俩小时。你再来一次。好，认真了啊。嗯。
乐游园，乐游园。好看。什么？我说了，肥大。哦，好，错一次，错一次，错一次吧，两次了。哦，两次。嗯，来，你俩商量一下。好，偷偷给你们出难题。嗯、来，三二一，绝世甜剧，绝世甜剧。乐游园。哎呀，你调完成功了。嗯，耶。你还是可以弹个脑门。来，你弹我的吧。咋那么喜欢弹脑门？来，一二三四五。好好好，你就下啊，下一个环节还回来啊。完了完了，我开始紧张了。再抽一个。啊，又抽一个啊。你抽，我抽。这次。这个。两个人分别分享一件自己在生活中最卷的事情进行 PK， 让观看直播的网友进行弹幕的打分。得分最低的人需要接受惩罚，输的人对赢的人说三句土味情话。嗯。啊，生活中最卷的，你是健身吧？健身都累到腰痛。生活中最卷，说对方是吗？自己。说自己啊。嗯，距离还是现在生活？现在啊，现在，现在就是前段时间回家胡吃海喝的，现在就开始那个控制了运动啊，然后那个调整作息啊，然后吃的清淡干净一点的。没撕开，谢谢。Thank you。你说呀。啊，你说完了。说完了。什么是最卷的？就健身啊。嗯。健身卷了吗？有网友说你们在剧组吃的好不好？就说其他就是其他剧组的时候。哎，这个我吐槽一下，我举报一下。好。等一下。田老师呢在剧组对我们特别好，就是田老师会就是有厨师专门做饭给我们吃，经常会有很好吃各式各样那种什么土豆牛排啊，或者什么鸡排啊，各种肉啊汤啊，我天天我午饭都不点，我天天吃，因为到点他们就会给我，田老师很好给大家带过来，然后就狂吃狂吃狂吃，然后有一天呢已经吃了很久了，已经拍了有两个多月了，还多久了？有一天，我就上田老师房车，然后想上去跟他聊一下戏的同时，刚好发现就午饭点饭点，田老师不怎么吃的。田老师特别就是自律。我心疼你啊。哼 ，Thank you。哦，好。我想让你多吃一点。嗯。没事吧，没拔出来那个叉子，他被卡住了。好了，有网友说徐凯吃汉堡卷。哎，现在不怎么吃了，因为那个要那个运动嘛，健身正能量。也到你了，你一直没说你怎么卷了。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卷的事。有，你特别就是作息特别养生，特别好，特别健康，真的。嗯，要说到卷，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可以做到一个，就是疫情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有段时间是在房间里面就不能出去嘛？嗯，就是保证不要去那个时候，就是他又看我。嗯。在房间宅的事情，我是想说，嗯，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是那种，我如果说要卷，我要比这个就是宅在一个地方不动，就是有段时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事情，大家不可以出门的时候，嗯，很多人就觉得在家待不住，嗯，但我可能是巨蟹座啊，但我在家特别能待得住，
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地方，曾经以前很多年前我可以在一个地方待可能一个半月，不出门，不出门。吃的呢会也不会很挑，就经常就重复吃一个。哦，对，我更可以做到这个，就是如果你让我一个半月每天吃一样东西，不是说只吃一个东西啊，那我肯定饿死了。就是吃的东西是重复的，嗯，然后待在一个地方，我这个人就是我特别能待得住，我觉得这个算不算一个特长？算，而且你作息特别正常。我也不是很正常。没有，我们不是有群嘛，大家就经常在群里聊，比如说第二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然后田老师第二天到现场的时候，田老师说啊，你这聊什么啊，聊这么多这些，我昨天睡得早。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啊，你这么早就睡了，几点来着？九点还九点多？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五六点化妆的时候，我十点钟睡我也才能睡多久啊。是，但是你能控制住让自己秒睡？我睡不着啊。哦，这样的。嗯，但我得那个点躺在床上我才觉得踏实安心 啊，是一开始我们就很惊讶，哇，这么早睡吗？我也做不到那么早睡，我是有的时候要早起化妆的时候，那我会倒推那个时间嘛，要睡不够，第二天我哪有力气跟你打？也是啊。对他倒好，他天天不需要那么充足的睡眠，好像就可以精力旺盛。因为一到现场一打一出汗，整个人就醒了。主要那个时候咱们热还是冷来着？好像现在有点冷。加了一个你猜。啊？一开始有一点点冷。三月是冷的。一点点冷。后面就热了。后面热。对。后面夸张了，后面。后面太热了，我的天哪！后面他给我发那个照片，看他出的汗。中暑了。姐姐，你胸大，怎么稍微盖一下？我腿。好，你等会儿我调整一下啊。嗯，多吃点，不用矜持。收到，我没有矜持，不好意思，我矜持一点。网友还想问，咱们在剧组里面有没有被别人卷过？被别人卷过？就在乐园剧组里面，有没有谁卷了你？其实咱们剧组大家都挺热爱运动和健身的。那个时候我倒还好，就我会打打球或怎么样的。但你看裴元他们就喜欢一帮人一起去健身，天天。那个时候他们就很。他问的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这不是想往这意思上面靠一下，看行不行吗？哦，田姐觉得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技能。什么特殊技能啊？比如。特殊技能卷到我们，开玩笑，有吗？其实我觉得导演带我们，让我们互相卷，在或者说跟我们过去卷，跟我们自己的过去卷，就希望大家在这部戏上可以特别好。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每天拍的节奏真的很快，很快，很快，很快。毫不夸张的说，比如说咱们除了每一天除了换衣服，还有那个上厕所、吃饭，就没有再有时间能够回到自己休息室了。因为这部戏我们俩的出框了，谁出框？谁啊？是我们。那你也进。因为这部戏我们俩的。对手戏特别多，然后每天其实就是在现场待的时间也特别多。对，而且咱们很多戏是动作加台词。要说卷，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很想跟过去卷嘛，都想在这个戏上表现更好一些。嗯嗯。网友想看你俩说土味情话。嗯，土味情话。天，你很擅长 啊！表真，这俩一样不一样。
要打个嗝先啊。好了。吐了。也不用说出来吧。我，哎，他们说不想听，嗯，过了。啊？说想让你用广东话说。啊，说不了，说不了。你说一说嘛。说不了，说不了。不是，我觉得土味情话。土味情话。跟我们换个别的环节吧，一定要看土味情话吗？他们都想听。来，我先讲一个啊，你知道。我都没看懂这一句，我真没看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不知道。好嘞。好嘞。好。你知道我缺点是什么吗？知道。啊，好。好。完了，我是情话终结者。哦，你快点，你得说。我知道了。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不知道。是刚刚这句话的第一个字。不。好，今时间过得就这么快，今天大家多多支持啊！今天首播，我知道。啊，完了，哪来着？那我再讲一个啊，你知道我缺点是什么吗？知道。不是，你要说不知道。知道。知道，那是什么？缺点你。哇！天哪！我告诉你，不要看见你啊，否则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你一次，我跟你说。老厉害了。啊，来，我看你那几句多厉害，来来来，你先说。今天看你特别讨厌。哦。还挺好玩的。还认真点，认真点，我真听了。特别认真，我今天看你特别讨厌。为什么？你能不能升级一点？你看，一共就几个字，你回答你要再看一遍。他说让我深情一点，一共几个字，一直看。好嘞。今天看你特别讨厌。为什么？今天看你特别讨厌，讨人喜欢和白看不厌。哦，好，到了啊，看我出的招数啊。你希望你和猩猩有什么区别啊？你希望你和猩猩有什么区别啊？我是猴子。我错了。你知不知道你和猩猩有什么区别啊？不知道。猩猩在天上，你在我心里。Thank you. No Q. 换一个，太吓人了这个。啊，懂了啊。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周杰伦的晴天，都不如你和我聊天。好，我走了。告辞。救命救命，完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尴尬是我，不是别人。好的。这啥？类似打手背，一个人以掌心朝下的姿势伸出手。怎么玩这个？另一个人直接拿他这个口号进行抓手指的游戏。你这样抓他。我抓他。他干嘛？你抓我啊。这样啊。对。嗯。然后呢？就是三二一。我要躲，对不对？对，你要躲。啊，来，你说。就是我抓不住是吗？啊，对。那我肯定抓不住他，你们都不知道他反应有多快。好幼稚啊，我们成熟一点好不好？谁幼稚？我这个好好吃啊，快带走。打包打包。来，谁数啊？要数三二一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数吧。
好，三二一，你看我都抓不住，你再试试，再试一次啊，嗯，三二一，提前了还抓不住，我肯定输，这游戏 我怎么可能玩得过他？你反过来呢？啊，好，这怎么了？来，三二一，哎呀，他赢了，那怎么办啊？我这个游戏肯定玩不过他，我试试，让我试试我的反应。你说。哎，三二一。哇！哇，那么快啊！进修了。快快，这么多人在看着，让我抓住一次。三二一。好好好，好快啊！要不再试？变厉害了。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来。三二一。躲不了了，那我们打平怎么办啊？一起接受惩罚。惩罚是什么？深情对视三十秒，不能笑。你们这个惩罚我真的是，这还不简单，一直在吃。嗯，深情对视了。我们俩能看四十分钟。深情对视了呀。太吹牛了。这边是边看两个人。才十五秒。哦，十五秒啊才，哦，他们计时啊。认真点啊，你别吃了。你多吃点。这样我们看对方，如果谁笑了，对方跳一个屎了，怎么样？嗯，嗯，谁对方谁先笑谁说，好吧？谁先笑谁说。我没笑啊。我知道，今天开始吗？哎呦！哎，你这一直在吃东西。两只仓鼠的深情。两只仓鼠。不是，我们不能，你这个吃是有点分散注意力的，不行，我们要谁输了谁就给对方挑个吃的，看有没有难吃的东西。好，现在开始了。你为什么动鼻孔啊？这逗你笑啊。你好像牛。你这带攻击人不算的，哎呦，好，我输了。我们刚刚看到网友们还想，他就是想了一个惩罚，想听你们俩唱一首情歌。情歌？情歌？情歌王，情歌王吧，情歌王吧，王吧，情歌王，情歌王。我昨天刚经历了一个特别伤害我，嗯，自信心的事情。我昨天还哼一个歌，嗯，所有不管我唱什么，都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歌？你才我说你才经历这个啊！我早几年前就经历了。你唱歌挺好的。我唱的时候把麦给下面的粉丝和我团队都帮我怎么接我的那个词。唱啥？来，情歌王。情歌王开头怎么唱？情歌王。啊？咋的？歌的代表作。我成名曲没听过，不了解我。吓得我所有的手法都掉了。把我自己吃一个。情歌王，情歌王，没有词啊。谁先？我先吧，是吧？我得我拿手机翻个词好吗？或者你们谁给我翻译？
成名曲。要看一下。嗯。那是。要给看一下你的成名。哎呀，别闹了。可以啊。还有另一首呢，别闹了。干嘛呀？人家要看。哎呀，我怕你看了要充会员，我那会员才能听。你当我没会员？哎，弹幕弹幕不要乱打啊！怎么了？嗯？你们要听一下这个歌吗？那呀，他唱这个我不会唱。哇，你这个好可爱。好，来，现在我们凯哥给我们现唱。下一人接一句好不好？就唱两段就好了。我不确定我能。你先，我先。你先吧，我都不太会唱。给我带跑掉了，哎，这个我带的，我唱过我。你手影响到我了，我接下一句啊。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这就是爱。再分手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有点卡，这个调没跟上，怎么换一首英文歌？他换的，再来一遍吧，还挺有意思。上瘾了呀！上瘾了，我想唱呢。你这样我要认真了哦。那换你的手机。我就说刚没麦，拿起来不自然。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不好意思，高音唱不上去啊。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这个调，你看他的手机。你是没有会员是吧？我终于懂为什么会换歌了。他的手机。他们都说咱俩好实诚。哎，别闹了，别闹了。你看，放一个嘛。我拿你的 iPad 好不好？别放了，求你了，求求了，求求。就看一分钟。别。我们想看他唱歌的视频，他不让看。看一个吧。别。看一个吧。哎，别，大家都看过。那唱个别的吧，那换个手机，换你的手机，你拿手机了吗？我没带，换唱什么吗？新歌王给你们。那拿，请你个头啊，换一个。那拿你的 iPad 好吗？来吧，大家点歌吧。我疯了，我已经。这真变直播了，现在是。来，现在我开始唱歌了啊！点歌。你点啊！关键你们谁有那个？有。得拿一个。他那个绝了啊！你们永远让我们只唱了那个字。我就说怎么会切歌，原来是没有会员。还唱这个吗？还唱情歌王吗？还是换一首？还有别的吗？拿我的手机好了。我是会员。门前大桥下书。记得看乐园的人要买会员。啊！要买哦。今天开播了，去第一集买会员。哦，就这么快到 ending 了啊？没有，大家插播一个广告啊、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六元。哎，我们要不要放一个刘宇宁的插曲啊？可以啊，那个唱那个好吗？我没有信心。对，没有信心。
你没有信心，我们俩唱。不是，他对他的手机没有信心。我以为你说。啊。你们谁的手机上？琪琪手机上有吗？有。我特别想问个问题啊。咱们中途可以上厕所吗？当然可以了。可以啊，你上的时候我自己唱，就这么 free 就可以，很正常的啊。不是你想上厕所，难道还不让你上吗？不知道可以上吗？可以吧。会员手机来了，我先上厕所。啊？好，现在休息时间，大家先听一首音乐啊。他这刚放粉条上厕所。先放啊，没你放，你放，你放。好，没事，那我给你们唱个别的歌。好。这个你不会唱吧？我刚习惯性以为我带了麦。存在的原因，也许就像他们说，爱情是会让人变愚蠢。自作多情，爱的太天真。That's why，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啥都可以唱。单不说，还有十分钟就可以下班了。大哥，你太懂我了！我刚看到这弹幕，我瞬间有了动力，你知道吗？不行。好了。我俩啥？合唱。Thank you, thank you， 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是你帅炸了。哎呀，今天我一直在听这个。好酸呐，这个。甜的。就为什么要插一个这个在上面啊？它就是比较流行的吃法，流行吃法，口感会比较不一样，就你要一起吃。你不是吃过吗？为啥像没吃过一样？我没吃过啊。你不是说你吃过？我啥时候吃过啊？吃过啊。我发誓我没吃过。啊，我发誓你吃过。我们还你是剧组自己吃的吧？我们想唱就可以唱，不想唱的话可以读读弹幕。唱啥？读读弹幕得了。我今天一直在看这，在看那个叫什么，好多歌手一起的那个节目，好多好听的歌。这个歌好听。完了，我是不是太 free 了？不会，你开心。你再放两首可以结束了。网友让你唱《酒醉的蝴蝶》。你能给我换点别那么破坏我这个形象的吗？行吧，放个背景音乐吧。让你俩一起跳舞。啊，我跳舞太厉害了，改天吧。大家还有什么？乌梅子酱。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啊？哦，在留言板上写出来。假比心。这个好听。真的喜欢你的力气，别被叫醒，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走了，看继续吧。眼神中飘逸，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得不见你。输了怎么办？输了挑一个吃的好不好？输了就在桌上都可以挑一个吃掉。我不敢了。哎，我应该这样放啊！来，真的，这回家长很能的，出血了。好啊？什么？你还是爱下去？我知道啊，我不敢摁了呀。
好听啊，不想玩。快点啊！不想玩。这么胆小。你帮我垫一下。我说你帮我垫一下，你还帮我摁。那我肯定不会在你手里蹲，那我也被夹到了呀。那不玩了吧？哎，热来了，热来了，我刚按下去了。嗯，不玩了。是那牙齿太少了。看剧去了？几点播啊？已经上线了呢。提前了。提的上线了。哎呀，拿来看一下。哎、给你来。那我们，你们要现在看一看吗？啊、拿上 iPad 看的片段吗？拿上 iPad 看看。预告是吧？第一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你看你们一点不幽默。腾讯视频出品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不是应该转过来来检查吗？这样子啊？那我们怎么看啊？不行，你看你。我的夜漂泊，万里悠悠雪。干嘛呀？嗯？你知道这里真的很热，你知道吗？就是开场那个。弟兄们，吃饼了！加点水啊，加点水啊！哎，加点水！别抢了，别抢了！这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有啊！哇！那俩还在吃。味道怎么样啊？啊！什么啊？抛弃了我的法子烙饼，也不给我留一份是吧？吃就吃吧，话还那么多。给。好瘦啊！你啊？我？瘦什么？饼还我现在比那时候要瘦。刚刚火房里面的老杜还在嚷嚷，十几斤了，说丢了一袋上好的西班牙面，倒可是别人千里迢迢派人送来，给西皇子做点心吃的。你那时候还是有点胖，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啊！我不过是看火房没人，顺手抓了一把，偷一袋是偷，抓一把也是偷，盗窃军粮可是重的，你给我止嘴！哎，我这可拿的是十七郎的东西啊！十七郎说过，什么皇孙不皇孙的，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是不是？对。我还以为是威亚，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威亚。弹幕都没人说话了，没事，放你。三日前晚新接到何建福急报，陛下在六月初六万寿宴上
被孙静的奸贼所害，陛下。你就放了，没事儿。请兵天了，这帮贼人策反进军，逼宫屠城，太子已经。我们的乐友园连更11天哦，大家一定要认真追剧啊，多多支持啊。长将军韩昌护了太孙，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好，没人理我们。在城外，接着看吧。被乱军冲散，生死未卜。懦夫，两王一别，没有入宫，幸免于难，现在被贼人压为人质。殿下，楚王军已离难，现在只剩梁王一只尚存。臣与臣媳妇已经决议，要尊梁王为君，拜殿下为太子，以召天下兵马亲王，请殿下与臣等所请。令人心动的 offer 正在热播，我不能答应。大家要关注一下，大家要关注一下啊！殿下，太孙下落不明，说不定尚在人世。先帝崩太子后，应当拥立太孙继位。就算太孙现在活着，那我们是不是就到这儿就可以了？就不要打扰大家追剧了。大家都在说他们要去追剧了。对啊。不要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大家的多多关注，然后 Thank you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真的是好像往后面会有很多反转，肯定是越到后面越好看的，然后就不耽误大家时间啦。但是大家想说，万一咱们的热度比如说破26000了，咱们有什么 flag 吗？可以先立一立，我就消失。那不行。好好好。我先发言。跳舞唱歌。我就吃吃吃。女团舞。跳舞吧。女团舞。让你跳女团舞啊。你们两个都跳。一起吧。一起跳吧。女团舞。你肯定可以啊。我发现你们真的没有别的创意。那你创意一个。让我创意一个。听你的。凯哥有什么好的想法？我其实你可以让凯哥跳女团舞，你偷偷想一个。你给自己想个别的。因为凯哥听你的，然后你自己想一个好的。我自己。你猜我，你帮他。你想一个八号数。没事儿，因为李妮宠翠玲，你提要求她都满足。想看什么快。对，想看什么弹幕快刷。要不你展示一个，不行，天又不行，展示一个你那个。行，跳舞啊，28000热度跳舞啊。人家说26000，你上来几万？4万吧，5万、10万跳。20万。跳舞，我都听大家的，到时候，倒立吃汉堡。太扎心了。我一定会给我自己想一个狠的。光剑变身背肌，这肌肉不太容易了吗？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你想个厉害的。现在直接脱吧。要想一个厉害的，让大家觉得。脱一个吧。今天隔着衣服都看，隔衣服都。求求了。OK。那我们就等你们的 flag， 或者你们俩互相给对方想一个。互相想一个最想看的。好，那我们就在8号的直播中告诉大家，没错，告诉大家，等你一个厉害的，对，真有你的。slogan 啊 ，OK。好，那我们告个别吧，给大家。握个手。公主请入园。公主请入园。王子也入园。OK。就放这了，我们走了。怎么？拜拜。
应该在这儿有。嗯，对的。